我想去北京站，请问怎么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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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小心把车票弄丢了。我不小心把车票弄丢了。我不小心把车票弄丢了，我不小心把车票弄丢了。外面下雪了，好冷啊！外面下雪了，好冷啊！外面下雪了，好冷啊！外边下雪了，好冷啊！您请坐，您请坐，您请坐，您请坐。我想存钱，我想存钱，我想存钱。请问可以退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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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再说一遍。请你再说一遍。请你再说一遍，请你再说一遍。我迷路了，我迷路了，我迷路了，我迷路了。我要结账，我要结账。我要结账，我要结账，请你告诉我 WiFi 密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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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最近工作忙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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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寄存行李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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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的空调好像坏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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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饭店附近的地图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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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告诉我海淀区怎么走？请告诉我海淀区怎么走？请
告诉我，海淀区怎么走？请告诉我海淀区怎么走？地铁离这里很近。地铁离这里很近。地铁离这里很近。地铁离这里很近，我想去买本书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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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公园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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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去北海公园怎么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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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下雨了，你带伞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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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试穿吗？可以试穿吗？可以。试穿吗？可以试穿吗？有没有讲英文的店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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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有没有其他的尺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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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请给我菜单，请给我菜单，请给我菜单，请给我菜单。可以外带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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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预约，我想预约，我想预约，我想预约。只有2月5号有时间，只有。2月5号有时间，只有2月5号有时间，只有2月5号有时间。
麻烦帮我结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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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能会迟到，请你多等我一会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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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，你别着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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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去看电影，还是想学习？你想去看电影，还是想学习？你想去看电影，还是？想学习？你想去看电影，还是想学习？我作业还没做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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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十点了，怎么还不睡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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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要早点起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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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班很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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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穿这件白色的衣服很好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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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跟姐姐一起去春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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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拍照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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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帮我们拍照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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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筷子吗？需要筷子吗？
需要筷子吗？需要筷子吗？喜欢吃包子和饺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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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体不舒服。身体不舒服。身体不舒服。身体不舒服，请你帮我叫救，请你帮我叫救护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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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累了，我走不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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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去咖啡厅喝咖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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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吃冰激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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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公园是免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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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雪路滑，请慢点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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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坐火车去重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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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天气这么热，我不想出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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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下班骑自行车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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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一路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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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再见，请你慢点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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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